半裁剪房，像是 AI 验布机啊、松布机，然后拉布机跟裁剪机，到后面的整烫设备粘合机，然后再到成衣出口前的一些品质检验，像是减震机等等的。那我们其实也有做副业锅炉，我们过去都是以硬体设备起家，所以我们过去差不多5到10年，我们也慢慢就是融入软体的一些概念，因为工业4.0的关系，近年来我们也因为 AI 的技术很红，所以我们也在去做研发 AI 验布机的研发。那为什么要做 AI 验布机呢？是因为像成衣界的一些老师傅们，他们都即将到退休的年龄，所以全球少子化，再加上纺织业的一些密集劳工，会让整个工厂都很难找到工人，所以 AI 验布机可以去取代，可以去传承这些老师傅的技术。那整体来说呢，我们拥有的软体啊，都是也可以去协助工厂可以更有效的去生产，那或者是可以让生产可以更有效率之外，也可以让公司的生产更环保。